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38面，638面，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善恶变化，紧心品。善变化了，即善取报；恶变化呢，即恶取报。慧素云：今世虽善苦，业因恶。所做的业因呢，恶，在来世啊，便招殃祸。现在啊，虽是恶报，所做善，在后世化祥福报，千变万化了，不可拘束。此则变化有一切也。又加强说曰：恶因得苦，善因得乐，其报亦浅也。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善恶变化了，就指的是六道轮回。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阿赖耶识啊，就是个仓库。阿赖耶是梵语，翻成中国也叫藏，就是藏，所以它叫藏识。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含藏着业系种子，我们造的业，还有习气，全部都收藏在这个地方。它不会直射掉。设法界种子全有。有佛的种子，有菩萨的种子。乃至于恶鬼地狱种子，人人都有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哪一个种子先报呢？那都是叫遇缘不同。种子本身也有能量，但是关键还是缘。种子是因，所以佛法了，经上都讲缘生，没有说因生。因没有缘，它不生，不起现行。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它就产生变化了。设法界种子都有，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讲的就一点都不错啊。你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种子啊，只要你在这一生当中把别的缘都放下，单单照顾佛种子，你就成佛了。如何照顾佛种子？实际上净业三福已经教给我们了。净业第三条
这个三福第三条啊，发菩提心，身心因果。啊，这个因果，我们这些年来给同学们做分享，都指定了，那就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是缘啊！我们真念佛，我们阿赖耶里头有佛的种子啊，就把这个种子念出来了。我们念菩萨，决定成菩萨；念声闻，决定成佛；念天，决定升天。啊，小乘所讲的六念法，啊，念三宝，念佛念僧，啊，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啊，佛教到我们了，啊，念什么那是缘，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信心就不腻了。啊，我们知道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啊，阿弥陀佛是自信弥陀。啊，是我们自信里头藏识里头就是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啊，现在有这个种子，就是经上讲的是心是佛。这个心无论是讲的真心或者是阿赖耶，通通都讲得通啊。为什么呢？真心是自信，本来是佛，阿赖耶里头有佛种子啊，所以两个意思都能讲得通。那我们为什么不念佛呢？啊，念善，你看，你就得善报，得善果，三善道的果报啊！啊，你要是念恶，啊，业因就恶了。啊，来世你就受这灾难了，啊，来世这是恶鬼畜生地狱，你要到那边去了。那么现在虽然是恶报，这个恶报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在人间受苦受难，这是恶报。另外一个呢，是在三途，在三途佛不舍离呀，早年我看到一部书，这个书应该不难找，叫《物有如此，物是动物》，里面所讲的全是动物往生。啊，今年3月份我在澳洲，我们道场停车场里头有一棵大树，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枇杷树。啊，树神给我们同学托梦，他往生了，啊，来感激我，
我们道场在那里建立十年，他听了十年经，念了十年的佛，他往生了。这个不是假的，因为树神给我们托梦啊，先后三次，这是第三次，琵琶树神往生。第一次的时候是早几年，我们买61号房子做宿舍，胡居士买的，房子太破旧了，我们想拆掉重建，澳洲的房子，它是挑空的，下面几根柱子好像，所以那个下面柱子锯了，那个房子整个房子就拆走了，我们就送给这个土著，那个房子送给他们，他有个大车子就拉走了，就在这个地基上重建，当然门口的树要砍掉，否则车子进不来，门口要砍4棵树。我们按照规矩，3天之前，给他念经念咒，这个供养，请他搬家。结果树神托梦，跟我们乌兹别的，法师们，告诉我们，通知太晚了。他们搬家了，很辛苦，匆匆忙忙。希望以后有这个事情啊，7天之前通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是3天，我不找3天，他要求7天。想也对，澳洲人干什么事情都缓慢，所以澳洲就是鬼神了，他也很慢。所以我们以后买的这些房子要砍树的时候都是7天以前做。这真有的不是假的呀。真的是谚语所谓天下之大了，无奇不有。鬼神界、幽冥界，跟人道全是通的。我们做不善到那里去了，他们行善就又回来了，又到人间来了，或者到天上了，也有少数往生净土的。我们琵琶树神往生净土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里头两句说千变万化不可拘束，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六道里面，六道的范围太大了，生生世世我们与哪一道都有很深的缘分。缘分最深的，一般讲人死了都做鬼了，这应该是缘分最深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为什么？鬼是贪心变的。你说这个世间人哪个人没有贪心？贪嗔痴慢疑，贪的确是排在第一位。贪心就到鬼道去了。佛讲的这些话了，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牢牢记在心头，时时刻刻提起关照。我们不想到鬼道，不想去做鬼，也不想做畜生，
也不想堕地狱。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贪嗔痴要很小心谨慎。啊，这个念头起来了，赶紧念佛，把它扶住，要控制住。啊，念头才起，立刻就控制住。这叫功夫，这叫真实利益。啊，果然控制了，三恶道的语言就断掉了。啊，善道，善道里头第一善，我们知道是往生净土，清净弥陀。啊，那我们就拼命要把这个缘加强。啊，有空就要念佛，不要去想别的。啊，希望在一年半载当中，就能让这个佛号啊不中断。能不能做到？能。啊，完全在自己。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打妄想，不要想想东想西，啊，就想阿弥陀佛，啊，因为烦恼习气很重，自然就断了，不知不觉它就断了，这个断的佛法叫摄念，你把阿弥陀佛摄掉了。这叫圣念，圣念不怕，赶快把它找回来。啊，这一句佛号又接着念。啊，念没多久的时候又忘掉了，又不见了。啊，开始两三个月，就跟打仗一样，拉锯战，一会不见了，一会马上拉回来，拉锯战，拉个半年就差不多了。啊，你就会打胜了。打甚至佛念多，那妄念就很少了。啊，真正这样用功一年之后，我们相信啊，妄念没有了，全是佛念。这个时候，净宗啊，有说叫功夫成片。啊，什么叫功夫成？这就是功夫成片。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啊，要努力，决定不能够妥协。啊，不能跟自己妥协。啊，要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把这一仗打赢。啊，我们得胜，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家乡所说，恶因得苦，善因得乐，其报亦浅也。啊，亦难易之矣。浅呢是近也，善恶感报极速，故云亦浅。这个亦浅就是容易现前，就这个意思。啊。它很容易现前。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深深体会到世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习惯的习气太深太浓。习气是什么？心散乱，不能想一样东西啊，都是胡思乱想，很复杂啊。所以你将来到哪一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啊，你自己都没有把握。如果恶念多，那就三恶道去了；善念多呢，则三善道。啊，这是一个大方向。啊，至于哪一道，自己都不晓得。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至心一处，无私不办。这一句教诲也太好了。啊，我们想到哪一道，把念头集中在这个地方，你一定做得到。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啊，对西方极乐世界也有相当的认知，不再怀疑了。啊，怀疑肯念也能往生。生边地啊，生边地也好啊，它也不退转了 啊不过就是不能当下去见佛啊，要500年之后你才能见到阿弥陀佛。这500年是什么？人间的年啊，不是极乐世界。啊，所以都是属于好事。如果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升到极乐世界就入品了，你就有品位。啊，这是到极乐世界，你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得到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同时你也能够分身去礼拜十方诸佛如来，供养修福，闻法在修慧啊，所以极乐世界佛慧双修的道场啊。啊，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才在六道里头受苦受难啊，自己有福有慧呀，就解脱了。不但自己的真实之力，同时呢，也可以帮助别人。啊，我们的情执还没断呢。啊，什么时候到断情执？成佛就断了，菩萨没断。菩萨这两个字，玄奘大师的翻译叫觉有情。菩萨还有情执，但是他觉悟，他不迷惑，他高明就在此地。啊，有情执也不算是坏事啊！啊，十方世界，过去无量劫来，啊，与我有情的这些众生，这就是有缘啊。他们有感，那我就有应。啊，应就非常自在，应身化身啊，帮助他们解决苦难啊，解决完了，这应化身就不见了。前面跟诸位说过，应化身帮助一切众生现身说法，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的是菩萨来了，再来啊！如果应化身说起心动念、分别执，那他堕落了，他又变成凡夫了，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阿惟越致菩萨决定不会退转。啊，这是我们要深深的相信，决定没有疑惑。底下这一句“追逐所生”，啊，追是追踪，为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舍不舍，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啊，这个追随。报有两种，这是因为业有两种，有淫业，有满业。淫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投生，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善恶业了。啊，无界设善，引导你到人天去受生。啊，如果是设恶呢，恶业呢，引导你到三恶道去投生。这是业。满业了，是你这一生当中，你所修的六度万恨，啊，六度里我举一条，像布施。你喜欢财布施，那个财就追着你，就是说，你命里头有财，无论你在哪一道。你物质受用不会缺乏，啊，法布施是聪明智慧，卧龟出生也有聪明智慧的，啊，无微布施得到你是健康长寿，无论在哪一道，这个福啊追着你，啊，你一定会得到的。所以这叫福报。啊，畜生道的福报，我们平常最容易看到的宠物，人家养的宠物有福报啊。啊，那一家人都伺候他，都喜欢他。啊，他真的是享他的福报。啊，还有，有的畜生很聪明，啊，真懂得人的意思，他能察言观色，那是什么？那是过去他的法布施，哎，他有聪明智慧，啊，健康长寿，你看三种福报他都有，啊，恶鬼道也有，恶鬼道有富有慧，鬼道里面去做鬼王。啊，在轨道里头有地位，啊，像城隍，一般的城隍、县市长啊，啊，都城隍那就是像省长一样的，啊，上面还有总督城隍，啊，他管辖的范围很大，啊，有。管好多个省的，啊，还有管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如果是小的国家，啊，他管好多个国家，啊，所以他们有级别的，啊，福报不一样，啊，所以人修福，功德是容易丢掉，福报不会丢掉。无论你到哪一道，你有福。啊，堕到地狱道呢，也有福啊。
地狱道有福报的，受苦轻一点，他总是要受苦，比别人轻一点。那没有福报的是要受的苦一点，确实，苦报不一样啊。这是果报追随呀，相从不舍啊，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啊。这是讲六道里头的。道路不同者，家乡所言作善，天堂果报。这道路，你到天道去了。天堂果报一代之啊，造恶的呢，地狱去了。你看，刀山剑树一代之，他在那等你。这些通通是善恶果报，而且全都是自然。地狱里头，刀山剑树，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建造。地狱是化身的，从哪里变化的？是从你业报自己变化，自己去受。就像做梦一样，做噩梦的人。恶念多，但念头不善嘛，他造恶业。在梦中受尽苦折磨，醒来之后一场梦，那个梦有没有人设计？没有。有没有人在建造？没有。天堂是这样的，地狱也是这样。欲界天里面只有最下面四王天忉利天，有一点像人间，比人间福报大。往上去空居天，夜魔以上全是化身。世间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功德之所成就愿必须要把愿做到，真做到那就叫功德愿力功德成就六道里面这些事情是善恶力量的成就善的力量、恶的力量自然成就的也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施工自然成就的。是因果过亿，生出悬殊我们人死了之后到哪一道各走各的路每个人业习不相同故临终分手今晨永别，这是真的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说三途业报列五千劫，辗转六趣何日重逢？三途是地狱魔鬼出生，堕到这个里面。
这个是举地狱，五千劫是指地狱。啊，地狱里头的一天，啊，过去我们在台中学教，李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地狱里面不同，啊，它很复杂。时差也很多，啊！李老师说一个最普通的，地狱一天，人间2700年，啊，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在地狱里头不到2天，啊，这地狱苦啊，真叫度日如年呐。啊！可是《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时间概念是个抽象概念，从哪来的？还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出来的。啊！如果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时间就没有了。啊！时间跟空间都没有。啊，放下对一切法的执着，应当放下，因为都是假的，何必去执着？啊，真放下之后，心就清净了。心清净，这空间维持慢慢就淡化了，最后的就没有。啊，那我们知道虚陀洹小乘出果，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六种神通他恢复了两种，天眼天耳他恢复了，这障碍没有了啊，那就是空间维持稍稍破了一点，我们看不到的，他能看到。啊，他能看到天堂，能看到地狱。啊，他有天眼了。啊，二果又恢复两种。啊，二果。斯陀含有他心通，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你知道；有虚运通，虚运通是自己，自己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看到了。啊，虽然不能看得久远，大概过去。十几世、几十世没问题，他能看到啊！啊，现在用催眠术也行，啊，能把一个人让他恢复记忆，他看到的过去是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大概十几世是很容易。做到的啊，深入的催眠也能看到几十世的事情啊，大概相当虚陀洹的境界啊，三苦阿那含第五种神通出现了，叫神足通啊。这个通出现了，很难得了。它能变化，它能分身，
它能够飞行，实际上不是飞行。他想到一个地方，一想，他是身体就到达了。所以用不着交通工具了。你说想到美国，念头才一想，身体就在美国。这是什么？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随着念头。真的，楞严经上所谓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有这种能力的人，你就想他，他就出现在你面前。想你，你就来了，感应。你的信息，他立刻就收到，他立刻就在你面前现身。这些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四果阿罗汉。六种神通圆满恢复了，阿罗汉的漏尽通，对，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没有了，但是见思习气还在，烦恼真的没有了，习气在，他要把习气断掉了。他就升了一级了，辟支佛了，也叫云觉，辟支佛，升到辟支佛，所以辟支佛，见思烦恼跟见思烦恼的习气都没有，但他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有分别。有分别，心不平等，他心清净不平等。什么时候把分别断掉了？他升起了。他升到菩萨位置上去了。菩萨没有分别，有分别习气。那分别习气断掉的时候，菩萨就成佛了。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知道。他对于下面这个两种，分别执着，包括习气，统统没有，全断了。所以。佛的心清净平等，后头没有觉，只有清净平等，没有觉。为什么？他妄想没断。妄想是起心动念，这个叫无明，无始无明没断。无始无明断了，他真的成佛了。不是十法界里头所谓的相似即佛，他从相似就变成真的了，真佛了。这个时候转八识成四智，十法界就没有了，他升到一真法界了，就是十宝图。十宝图里面有习气，无始无明习气，这个可不好断了。无始无明习气真的断掉了，他就功德圆满，他是究竟妙觉果位了。无始无明难断。
所以世尊说他有41个等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个41位怎么来的呢？习气厚薄不一样，习气厚的在下面，习气薄的呢，它就在上面，所以等觉就是最薄了。啊，这叫41品习气啊，那个最后的一品断掉了，他就入妙觉位了啊，入妙觉我们就知道了，18土就不见了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到常寂光你就找不到他了。我们今天科学哲学家就对他没办法了，在18土也许还有办法找到，到常寂光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但是我们想到量子力学，对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他肯定能找到啊，因为他们没有转世成体啊，他们没有离开阿赖耶，量子力学已经观察到阿赖耶了。啊，可是这些菩萨虽不是真佛，神通也广大了。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比阿罗汉都比不上啊！啊，何况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这些事情啊，让我们再想到六道里的这时差，3途1报5000劫，不是5000年，5000劫啊，辗转六道啊，这六趣就是六道啊，何日重逢啊，你亲爱的人啊，你亲密的朋友遇不到啊，且重逢亦不相识，那就是重逢未必再相识。所以说会见无期，啊，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事实真相参透了，那么我们现在有缘见到的这一些人，自自然然会非常珍惜啊，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不久，在这个时间会很珍惜啊，我们别后之分手之后啊，再见不到了。啊，真正参透这个事实真相，要想我们永远能够重逢，还能够重聚，只有念佛。啊，修善积德了，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心，为什么呢？不在六道里头了，不在十法界了。
啊，把十法界转变成一真法界。啊，八十一转，这就转掉了，通通转掉了。那个时候重逢也能够相识。啊，你有神通，你有智慧。于是世尊哀之，劝行世人，何不成此强健之时？你身体还很好，还很健壮，你应该努力修善。啊，将于待之何时也？你不能再等待了，你等待就来不及了。人老体衰，难于精修啊！你修行困难，没有体力了。如《涅槃经》云：“假设这是佛教者啊，叫做假设。”譬如甘蔗，既被压抑，此无佛味也。甘蔗啊，压成直了，还有渣子，渣子没有味了，甜味没有了。啊，这个被压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人老了，老了。这人快乐的滋味没有了，就像甘蔗了，汁给已经压得差不多压光了。啊，盛壮年盛色亦复如是啊，这个一定要警觉到啊。啊，既被老压无三种味，人老了，这三种味就没有了。第一个出家位，第二个读诵位，第三个坐禅位。啊，这是什么法位呀？法位也没有了。啊，出家万缘放下，一心向道。叫求学心切啊，寻思访友啊，进修道业啊。第二种呢，读诵经典。上有古人呐，啊，跟佛菩萨做朋友啊，啊，第三个是坐禅，禅位。所以年老者呢，设三种位，故应即时努力，切莫迟延。啊，我们现在还有精神。还有体力，他认真干呐！啊，再不干迟了。这三种位就是戒定慧啊，出家持戒，读诵智慧。坐禅禅定啊，戒定慧三学之位啊，到年老了都不行了啊，随年老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这三桩事情，年龄过去了，不再搞了。无论在家出家，
一句佛号念到底，把它守住，像我在前面讲了。啊，祖师教导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一定要奋发，把佛号抓紧，不能叫他生念。啊，我们决定能成就。每一个人身体状况呢，个人不一样，这是福报。啊，比较少数的人，虽然年岁大了，体力还不衰。啊，前面这三种位还有，就是戒定慧还有。啊，怎样呢？也不必修。念佛要紧，为什么呢？念佛能成佛。我们终极的目标啊，就是希望在这一生稳稳当当做佛去啊。这是世间第一等智慧人啊，不再干别的了啊。那我们时间不多了。距离老化已经很接近了，啊，就要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啊，事出世间事情，不要问了，不要管了。啊，再要管这些拉杂事情，我们自己去不了了，还搞六道轮回就错了，大错特错。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是事，迷失了。佛菩萨圣贤教诲，你得的果报。那我们看经文，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古作之。啊，不但在做，大家还在竞争。生于神安，转受于教。啊，佛教不相信。去接受别的教，啊，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啊，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生死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啊，为无有事。啊，这在先前是很普遍的现象。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啊，后头还有两句，一死一生地相顾念呢，啊，这是一段。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本品名。啊，说明
此土会我，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啊，会是染污，我是我业啊，环境染污了，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关注保护，啊，地球的人物是环保，啊，环保这个名词50年前没有啊，没听到过说叫环保啊。啊，我们刚到台湾的时候没有听说这个名词啊。啊，这个名词大概在我们这样的时候，应该是50、60岁的时候才听说这个名词。啊，那这什么原因呢？啊，50年前为什么没这个名词呢？是不是染污？有染污，不严重。啊，没这么严重，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环保的厉害啊，这50年当中啊，大家意识到了啊，再要不保护环境呢，对我们的生存影响太大了，所以才提倡环保啊。那环保能不能收到效果呢？我讲过很多次，收不到。我说的话，诸位应该不会反对。啊，为什么呢？这个现象就在面前，你看到效果了吗？为什么？我们疏忽了，环保的根是要保护心理健康，外面的环保自然解决了，我们心理的染污太严重了，没有人讲到心理环保啊，物质环保意识到了，心理环保要命啊，没有人意识到啊，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这个染污多严重啊！啊，这个种染污的果报肯定在三途。啊，换一句话说，来生人天没有份呢。那前面我们刚刚读过，三途太可怕了。不能没有高度的警觉啊。啊，一报5000劫，不是5000年了。啊，这种经文，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习的，向老师请教，哪有这么长啊？老师说，生生世世。啊，为什么？你平时堕地狱，从地狱出来了，带着地狱的恶习气。你来到人间啊，又造这个罪业了，没人教你啊，这个罪业造成死了之后又到那里去了，地藏经上有啊，
啊，刚刚离开卧道了，怎么没几天你又来了，又回来了？啊，卧习气难改，道理就在此地。啊，因为三卧道的时间长，人间的时间短。以二卧轨道来说，过轨道一个月是人间一天，人间一天是卧轨道一个月。啊，所以才看到这个现象。那地狱道就更不必说了。地狱道一天，人间2700年，你就是在人间活100岁，造作罪业又堕地狱了。你怎么刚出去没多久，你又回来了？啊，2700年，100年还不到1个小时了。啊，不是出去了又回来了，啊，你就知道这个5000劫设得不过分了，你几时才能够摆脱卧道？你还敢做卧吗？你还想做卧吗？啊，这什么原因？没有智慧，迷惑颠倒，他在赶走，头脑稍稍清楚一点，不敢了。啊，所以因果教育比伦理道德教育还重要。啊，英国就是利害的教育啊！这里头有大利大害啊，行善得大利呀，作恶得大害呀！啊，所以众生三毒之身，造恶可爱，是《佛眼睛》里看的。为什么要高谈正直啊？自作自受啊！初段的第一段说的是贪图，贫富同然，忧苦万端啊，不能贫富贵贱。都一样啊！现在的教育真的不再相信圣贤，不再相信佛菩萨啊！圣贤佛菩萨决定不讲经证。啊，不但佛法没有，我们看看其他宗教也没有讲见证。啊，见证自自然然提升，啊，往上提升就是斗争了，斗争再往上提升就是战争了，啊。战争那个罪业，那就太可怕了，没完没了啊！啊，在战场打仗，惊慌失措啊，这样死掉之后，他身世还在打仗，没打完，打不完的，
啊，几千年还都杀来杀去，没停止的。啊，实际上人间战争停止了。啊，何谈死去的这战场依旧在打。啊，他不知道结束了。啊，永远在打，你说多可怜。啊，我们有个同学送了两片光碟给我看，啊，我不知道是从哪里送来的。这个光碟是中日战争，几个大会战的战场，啊，双方将士还在打了，苦不堪言呐，啊，有少数觉悟了，求超度。不想再打了，痛哭流涕。啊，所以看了这个片子，让我们想到，我们生长在那个时代，啊，我们年岁小，还不能够去当兵。啊，是在小学、初中的时代，啊，到处流亡，到处逃难呢，也惊慌失措啊！啊，学佛的前些年，啊，大概学佛前十年。还做梦。在战争当中，啊，还在逃难，啊，现在这些年没有这种梦了，那种习气嘛，从我们自己本身这个习气，我们就想到战场死亡的，他那个印象多深，所以。永远的战争，啊，这个多苦啊，多可怜呐！啊，四端显嗔度，至诚大愿，啊，这是前面两大段，这是第三段，本段呢是。以痴，啊，贪嗔，前面讲贪嗔，这一段是痴，如身与神暗，到不信见法，善恶之道都不知心呐、啊，这是愚痴啊！啊，吃毒之祸，伤人毁命。啊，它不是伤你生命，你智慧没有了。愚痴，且为三毒之本。他为什么有贪？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不贪，有智慧的人不会发脾气。啊，所以。它真的是三毒的根本，故赤毒为患其身。啊，此下二段，复分局贪嗔二毒。经义为：世人愚痴，不明何者是善。何者是恶？这些事情都摆在我们面前。啊，这个讲了价值观了。
现在的价值观颠倒了。什么是善？有钱有势就善。啊，贫贱，这就是我。现在人价值观说这个。啊，所以拼命去争名夺利。啊，起心动念。皆是损人利己啊！人人都损人利己，这还得了吗？啊，善恶价值观颠倒了。过程即义，妄加分别，与善恶三世因果之恒规不能生信。啊，你给他讲善恶果报，他不相信；你给他讲来世，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我就是人，就这一生。啊，我要拼命去享受，要拼命去争名夺利。啊，不肯拼命去争，他那是傻人。啊，那是愚人，他自以为聪明。啊，故云：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就是不晓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也是地球灾变的真正因素。啊，既不知因，则便不为果。果报现前，他以为与他不相干，这是自然灾害。啊，不是任何人能够抗拒的。但图当时快意，不拘后患无穷啊！师尊，三千年前，当时说这些话，好像就是说给现代人听。啊，过去在历史上有。没有这么严重啊！啊，受佛的教诲，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诲，啊，不太敢过分，过分觉得没面子啊。啊，那么现在呢？价值观转变了，是非善恶通通颠倒了，啊，把善当作恶，把恶认为善，所以纵情自欲。任意作恶，尽造恶因，这竞争呢、啊？啊，恶因，杀盗淫妄酒啊，贪嗔痴慢疑，拼命干这些。啊，不顾当来之凶祸，为什么他不相信？你说在将来有恶报，不相信？他说这是迷信。
啊，这是封建时代，那些帝王欺骗老百姓的。啊，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教，啊，他在旁边耻笑我们，啊，排斥我们，啊，打压我们，啊，为什么呢？他们才无所忌惮的就纵情、纵欲，啊，任意纵我。啊，佛在此地说：“吉凶祸福，今自过之。”啊，经过作之啊，每个人都在比赛呀、啊，都在竞争呐、啊。啊，竞争不到就斗争了、啊，斗争不到就发动战争了、啊，就掠夺。啊，所以造成天灾人祸。又加强所谓世人矣，食之慈济杀人啊，杀生为凶，嫁娶等为戒。世人于此二事，尽过为之。盖吉凶是因。祸福是苦，煞生祭祀是凶，煞业所感三途之报为祸啊！世人皆以嫁娶为戒，但不知因喜庆而煞生，翻成凶事，二招当来无穷之祸。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也。这是从前啊，现在人看的这些文字，这迷信啊，从前人还有一点害怕，所以还不太敢过分啊，现在人毫无顾忌啊，一丝毫畏惧的心理没有，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做得非常光彩。啊，以此为荣。啊，这感的是什么呢？感的的是自己。身心的疾病，这样瘟疫啊，啊，再感的地球的灾变，啊，天灾人祸统统现前了，啊。战争的爆发，这个战争核武战争，可不可能？非常可能。我们在看媒体的报道，啊，有这个信息，我们相信这是确实的，不是假的。全世界。至少有2000枚啊，核弹、氢弹准备发射，啊，3分钟之内可以发射，啊，有2000枚呀，一颗核弹可以毁一个城市。啊，放在发射台上待发，
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你想想这天灾人祸多么可怕，对人类带来是毁灭性的灾难了，不是以前的战争了，以前那个战争不可怕了，一颗炸弹顶多也不过杀伤120个人而已。现在不是，一颗氢弹的时候，至少是要死亡100万人。所以核战一爆发，这个世界上人死人，一天都要死上亿。几个亿真是佛经上所讲的小三灾小三灾在过去我们初学经不懂，因为佛告诉我们小三灾第一个是战争，时间是7天7夜，刀兵劫7天7夜。接着呢是瘟疫，瘟疫是7个月7天。再接着是饥饿，7年7个月。经上就这么说的。中日战争8年。二次世界大战4年，都不算是刀兵劫。7天7夜的战争是刀兵劫，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我跟道安法师访问日本，去看广岛，看长崎。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我记得我那一年49岁，访问日本那一年49岁，差一岁50岁。我看了之后恍然大悟，原来小三灾是讲核武战争。广岛被原子弹炸了，确确实实，我们去的那一年，大概是第9年，地上在长草。那真的是7年7个月，草木不生呢，那人不饿死了吗？我们好像是第8年的样子，第8年第9年，地上刚长草。那瘟疫是什么呢？就是核辐射。当时被炸死的8万多人。当时死的，那连尸首都找不到，变成灰了。对核辐射的。核辐射死亡的，真的像佛经上讲的7个月，7个月内死亡的很多，很惨呐！还有活到现在的少数，但是都变成白痴了。你要看到的时候，那就真可怜。所以佛经讲的小三灾，我们这才明了，核武战争才是小三灾。
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了，就说明了。什么人会干这个事情呢？愚痴的人呐，他敢干呐。是个明白人，聪明人，怎么肯干这种事情？这个罪无法能形容。将来发动核武、参加核武战争的，都是阿鼻地狱。他能翻身吗？他能出来吗？干什么样的恶业，在地狱还有出头的日子？搞核武战争，永远没有出头。那么这个地方嘉祥大师他的解释，世间人人死即死，即死杀生，即鬼神，这是修嫁娶你像现在结婚，这是好事。世间人于这两种事禁锢为止。为什么？杀生请客吉凶是因呢，祸福是果，杀生祭祀是凶，杀业所感三途之报，这是祸。那么世间人借以嫁娶为吉，但不知因喜庆而杀生，反造了恶业。这个太多了。凡尘凶事，二招当来无穷之祸。还有作寿。小孩满月周岁来庆祝都杀生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业因果报，他决定不会这么做。那么这些风气在全世界形成，这不是一个地区了，你到处都能见到。身与神暗，神是精神，糊涂身造物，这身与心不信，这神暗。英国经商告诉我们，所杀害的那些畜生，许许多多都是自己的家亲眷属已经过世了，他又投胎来做畜生。换了一个身体了，就不认识了，要吃他。这个事可以相信吗？可以相信。真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啊，经营素业，身于神岸，心色异必，生死善恶自不能见。故知欲岸就是尺度啊，以愚痴故，心意闭塞啊，不能真心因果，不能信受经法，入于正道啊，对于外道邪说反义信奉啊，外道什么提倡杀生即死啊，认为这个入世啊，是一桩落死啊，啊，特别是富贵人家啊，现在科技发达，一般人所以说都富起来了，是不是好事啊？我想诸位心里有数啊，啊，我回想我们自己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啊，肉喜欢吃啊，贪吃啊，农村里面卖肉的半个月有一次啊，也就是说这个小镇里头半个月才杀一个猪啊，只有逢年过节大概每天会杀一只猪，平常没有啊啊，平常有时候杀鸡杀鸭子，那自己家里养的啊，你要到这个小镇里面去买，村子里面去买啊，买这些肉食，猪肉食一个月只有一次没有那么多啊，一般人民吃肉太难了啊，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平常没有啊，哪有像现在啊，天天坐在吃肉啊，比过年过节还要丰盛，这人有多大的福报啊！啊，那福报不很快就享完了吗？享完之后怎么办？灾难就来了。啊，所以愚痴这个毒比前面贪嗔还要严重，为什么？心意必生糊涂啊，不明是非也，不信因果啊，啊，不信经法，古圣先贤的教诲不能接受啊，佛教宗教的这个经典当然也不能接受了，所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年下降啊，这是天主教告诉我们的我们访问梵蒂冈，陶然主教告诉我们他的看法
如果像这样的速度下降的话，二三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寥寥无几，这人数就太少了。怕的是宗教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变成一个历史的名词了。相信人，相信科学，相信人定胜天。也就是人决定可以用科学技术征服大自然。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科学技术能不能拯救大自然？现在大自然出了麻烦。有好心的同学讲，最近几个月，全世界这些灾难，他们从媒体，大概报纸、杂志，我不知道它的来源，列了一个表给我，这是标题，没有内容，我就看看标题，看看多少。三月份40多起，五月份就60多起，这个四月份，三四五，这3个月，大概的差不多150起，平均是一个月50起的样子，可是它月月增长。这个3月份才40几起，那么现在这个月，才过了20天，大概差不多有100多起了，恐怕这个月到月底啊。可能达到200起，频率月月在上升呢。灾难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啊！科学有什么方法来拯救？日本311大地震之后，余震一直到现在都不停止，人心惶惶。难得他们一般民众的心还很善良，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传统的底蕴还没消失，他们邀请我去讲经。来化解灾难，讲经能不能呢？能。为什么？讲经是劝人断恶修善，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
啊，现在科学家也告诉我们，意念能够转变境界。啊，东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有很好成功的例子，啊，说明这个事情不假。所以释迦牟尼佛对社会大众最大的贡献，就是49年讲经教学。啊，可是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啊。日本还能相信，找我去讲经，我就去了。啊，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分48个小时给日本，我才讲了12天，一天4个小时，啊，48个小时。啊，有效果，什么效果呢？日本那边听众听了欢喜，这就好啊，听了相信呐。啊，只要能信受经法，端正心念，啊，美国布莱登所说的。化解灾难，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就能收到效果。啊，可是人都相信啊，真相信，我们就去，啊，看看效果怎么样。啊，人心念真转过来了。灾难纵然不能化解，会大幅度的减轻，不至于造成严重的伤害，这多好啊！啊，所以现在人难在什么呢？不相信正法，对于外道邪说反意信奉，所以经上讲转受于教。啊，这外道是教你纵欲，教给你贪婪，啊，教给你不要相信鬼神，啊，什么因果都是假的，啊，教你竞争，教你斗争，搞这个他很容易相信啊。说如是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逆生死。这个生死就是轮回啊，生死轮回，你没有方法超越啊。人为什么出不了轮回？根本原因就是痴，这正是痴业。啊，实在讲呢，啊，我常常跟同学们说，痴下头有个疑，愚痴怀疑，啊，对什么都怀疑，没有信心。这个麻烦可大了，生死无常，以痴为本，啊，疑是缘呐，痴是本呐，疑是缘，怀疑，啊，愚痴不相信。故云无常根本呐，
古圣先贤教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落实在《弟子规》。啊，如果我们都能依照《弟子规》去学习，都能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灾难就大幅度的减轻了。啊，再进一步，我们去学因果教育，落实感应篇。灾难就很可能化解了。佛的教育无比殊胜呐！我在日本讲经，日本那边的法师告诉我，他说400年前。日本这些寺院道场都有祖师大德讲经教学，现在衰了啊！我听这个话我相信，为什么呢？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日本这些祖师大德对这部经的学习比我们中国人还要认真啊，他们无量寿经的注解大概有40-50种啊，而在中国呢只有2种啊。对无量寿经的学习，中国不如日本呐。日本人真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们用的本子绝大多数用康僧开的本子啊。我们中国人因为看到有5种原译本啊，5种多看太麻烦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就把这个放弃掉了，专门去学阿弥陀经啊，所以学阿弥陀经的风气，中国人超过日本；学无量寿经的日本人胜过中国人。啊，《礼记》里头有一句话说：“人气场在妖心呐，妖魔鬼怪就出现在世间了。”常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叫无常啊。仁义礼智信在佛法里头就是杀盗淫妄酒五戒啊，佛的根本戒，中国道德的底线，根本的底线就是无常仁义礼智信啊。人要是能够遵守，永远不越这个轨道，人会活得很幸福啊，社会会很和谐，不至于有灾难有意外啊。现在我们把五常丢掉了，学佛的人五戒丢掉了，十善丢掉了啊，身心病苦，自己要觉悟啊！你心里的不安、烦恼、忧虑、牵挂，这都是病啊！这都不应该有的啊！居住的环境有这么多的灾病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一定要回头啊，跟着佛的教诲，认真去修行。
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也学习到此。